空军战机紧急升空驱离扰台攻击，解放军确实变本加厉，立即回转脱离。空中广播爆出口，甚至中国十一国庆后派出来的军机一天比一天多。国防部公布资料，四号当天高达56架次共军军机侵扰西南空域，单日广播30次，战机数量、驱离次数双双破历史纪录。其中以歼16重型歼轰机高达38架次，对台威胁最大。16，然后又有出海，而且它有轰六，这已经是个机群编队。其实它最重要后面的空警5那是不是由空警5来进行一个空域上面的一个指挥，来进行一个联合的？总计从中国大陆十一国庆到现在四天内，共机扰台数量几乎天天在增加。十月一号38架，二号39架，三号16架，四号直接冲高到56架，平均四天下来高达149架次，平均每天超过40架次侵扰台湾，从西南空域绕到台湾东南外海。尤其紧接下来的南海贝萨马购的2021军事演习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跟卡尔文三号接连要通过巴士海峡围堵中国，让解放军平跳脚。那解放军是不是也是借由对台湾的这一种施压，回应美国的这些演习？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，关切中共在台湾附近挑衅的军事活动，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军事、外交、经济方面的压力和胁迫，遏止中共对台施压。台湾更计划投入2400亿采购大批飞弹防卫，在野党却很有意见。为什么政府还是要主张升高对立来举债买武器呢？升高两岸敌对的这样的状况是在中国，不是在台湾。对比在野党质疑挑衅两岸升温，国际盟友纷纷挺台抗中，在台湾面临中共威吓，协助台湾不受中国威胁。三立新闻黄道峰、陈彦豪台北报道。